从此以后，攻守一行了。寇可往，我亦可往。弟兄们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今天我要出奇兵。家苍苍，白露为霜，光袖飘飘。你现在率领你的八万精兵去抓进蛇吻，几经沧桑，不要跑太远，几度彷徨，一句成绝响，我愿重回汉唐，再速绝志攻上，说我汉家一生，倾我立意之邦，我愿重回汉唐，再不舅舅，外甥给你带礼物来了。2028颗敌军首级，光袖飘飘，今在何方？欲诱先王共主义而大破之，如获王子，魂魄往韩王府三日。将军、国相、大夫、都尉，83人，斩杀、俘虏、匈奴70443人，匈奴又不利王所过，主力损失殆尽，灭亡军仍在绝响。我绝不。